有一点小声呢，为什么看到校长都会比较小声？你们害怕吗？再一次，大声一点，校长好。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那我们中一国小的弦乐团，在我们蔡老师带领之下，以及同学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很多年的不管是在新北市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冠军，也是我们全国音乐在弦乐比赛上，我们都是一个获得优等、特优等等的一个佼佼者啊。那会受到我们日本刚刚的武藏野学校的大学的一个邀请啊，就是我们的水准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啊。那今年度我们的弦乐团也要再次在明年预计啊，也要到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起做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教育交流、音乐交流。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我们的学院每个小朋友的平常的努力的认真，那透过今天这个机会，能够在下午的这个时光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情谊，我们的希望能够带给各位我们社区各位好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时光。也在这边要再预祝各位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家长们有一个美好的圣诞假期啊。那我们中艺的学院，那如果各位有兴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我们啊，那继续支持我们，我们的孩子啊表现一定会越来越棒。那谢谢今天大家，希望大家用最棒的一个精神啊，最棒的一个鼓励来关注我们的学院团的小朋友，也希望能够大家的支持是他们成功进步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谢谢。其实这学院团成功之外，除了我们。